请坐。你还要给我剪头发吗？你还记得？我以为你都忘了。昨天，我只是不想让我丈夫。我明白，又见面了。这些年过得好吗？好。你呢？什么时候结婚的？记住，我们是在民国28年2月25日结的婚。是你舅舅做的媒，无论任何人问都不能错。民国28年，我记得你离开黄埔16、17的时候是民国27年12月。我回去过。我离开的时候。是民国28年6月。看到你嫁给一个这么好的人，我真的替你高兴。老师，昨天你没有认我这个老师，以后也别认了。我应该教过你。如果以后你到了一个尔虞我诈的地方，一定要收好自己的棱角和尾巴，学会生存。你撒了一个谎，就需要更多的谎去圆它。你结婚了吗？李小姐、周小姐，你们来啦。陈深。怎么你来也不跟我说一声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知道我拍完戏会来这里吃饭，所以特意来这等我，想给我惊喜，对不对？哦，你有朋友在啊？这位是？新同事徐碧成。啊，徐小姐你好，我叫李小楠。李小姐你好。你好，我在明星电影公司上班，当演员的，我是陈深的女朋友。这是我好朋友猪猪，你好，我们一起坐吧，来，好，往里点，往里点。我们家陈深真是艳福不浅，身边的姑娘一个比一个好看。李小姐，你可千万别误会。放心吧，我才不会误会呢。我知道我们家陈深心里啊，只有我一个人，是吧？你们俩要不要那么肉麻呀？你也心也多了是吧？吃什么？赶紧点。服务生。单独吃饭？对，就他俩。
不过后来那个陈深那个女朋友也来马尔赛咖啡馆了，就是那个女演员叫李小楠。嗯，继续吧。哦，然后赶紧把徐碧成档案弄好了给我。我已经让刘美娜找他们夫妻俩拨档案去了。好，走吧，再去会会宰相，跟面头说陈深一回来就让他马上去陈启事。是。这个橘子气香烟，卖香烟嘞！老板，这个你老板，这个给我来，给我来这个。就要这个了。你能不能让我先进去，然后你再进去？行。我是怕他们。我明白。中午出去了。出去会一个朋友。本来还想找你一起吃午饭的。唐太太，唐先生。你好。你好。不知道怎么称呼啊？他们都叫我扁头，陈深是我头。哎，头，你们聊。我先进去了。在这干嘛呢？金队长，迎接你呢。迎接我？陈深，你这么早来干嘛？给你送早餐啊。生煎，一闻就是生煎，是不是？还有皮蛋瘦肉粥呢。哎，我让你买的豆浆油条呢？楼上呢？我吃那个，你吃这个吧。不合适吧？哎，你怎么那么拎不清啊？我帮你拿一下，没想吃。早餐你就算了，今天我过生日。晚上我请兄弟们吃晚饭。李小姐过生日，那怎么也得华马饭店吧？行，就那个地方吧。好啊好啊，哎，赶紧趁热把它吃了吧，然后去请个假。说好的，带我出去玩。大白天的压马路，早上还有事儿，怎么着也得中午啊。你说你来这么早干嘛呀？没事儿，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，等你呗。先上去再说吧。徐小姐，李小姐早。早啊。你们认识？李小姐是陈队长的女朋友，我们之前见过一次。哦，那这位是？我先生。鄙人唐山海。你好，一看就是郎才女貌，特别有夫妻相，是吧？嗯。是吗？李小姐跟陈队长也很登对啊。谢谢。你看看。人家都这么说了，你上去吧。吃这个啊，喝口粥吧。嗯，我自己来吧。哎呦，你们两个这么恩爱，有没有考虑一下这帮单身汉的感受啊？就是啊，难受死了。李小姐，你家还有姐妹吗？给我也介绍一个。还有我，还有我，还有我呢。这跟你有什么事儿？哎，这个谁呀？你们拿去。我。